正一下，今天是独家的，讲迄啰，咱辉瑞疫苗买到500万剂，四月会到货，真的假的？近期已经签约了。没有哈，这个没有。那辉瑞持续在。你这么无情啊？他是独家呢。对啊，部长，没有承认一下嘛。没有这回事啊。辉讲是辉瑞嘛哈？辉瑞哎，没有。那不是辉瑞呢？不是辉瑞即将公布，是的吗？即将是什么时候？是那个德国那家 BNT 德国辉瑞跟 BNT 是同一起的，对，他们是合作的。还有，现在像江森也在做嘛？江森，不过江森的 EUA 都还没过，那 EUA 现在正在提。江森也是不错的，他可以打一剂达到66到76，哈，那算是不错的。什么时候？你说即将是什么时候？那就是莫德纳啦，就是莫德纳、A Z、辉瑞、拜耳跟莫德纳，不可以说是不是三序法？没有没有，就是我就说这个哈，几乎可以说了啦。讲一下啦，部长，可以说了、啊。没有，这应该是说大家都也是觉得一个相当不错的疫苗，就是莫德纳。我们的程序都已经哈都完成了，都完成了，可以说了。最后 final， 我们现在大家在怕圭亚那事件重演，盖亚那，中国叫圭亚那，就怕圭亚那事件重演啊，所以不能压到最后一刻，都完成了，都完成，压到最后一刻。说老实话，其实我从疫苗在谈判起，我都一直怕那样的事情。对啊，压到最后。所以部长有遇到吗？有感受到那个中国那边的真的被阻挠？有被阻挠吗？对啊，两条乌啊，两条乌啊，是两条乌了，两条乌啊。哦，要不然为什么大家一直逼我是要讲什么？我当然在保密协定以外，当然都可以讲。所以中国是问题是，对不对？人哪就。有些起码得做检测，像干那些的代志，都是也变成那种可能性嘛。我就高端噶连雅，六月七月会可以打得到吗？他们正努力中，那政府也全力要协助他们。因为国产疫苗是未来一个，就是说疫苗的自给自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因为未来这种光是 COVID-19 可能的流感化。对不对？你就需要大量。那如果这个是都在国外的话，坦白讲，按呢一个国家安全都不搞。我看到总统在一起的公开艺术，就是讲新兴传染病多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掌握我们这些不管药物的然后检测的，好药物，然后在疫苗的研发，这变成是一个国安的事件。是。好，再来严肃一下。啊，那你啊，高端跟廉价诶，受品质下面款，跟国外的比，相当好。啊，那你啊，这个所有防疫的医护人员都很辛苦，包括部长你了。啊，听说你昨天一口罩拿下来，市警中就看到你已经长疱疹了啦。部长，你过来大家看这个。没啦，我看好看诶。无啦，就看一下疱疹快好了没？大家关心吗？啊，你还得说个霸凌我呢。怎么有人敢霸凌你呀、啊？这个是关心呐、谢谢啊，谢谢。晚间10点，敬请锁定，朕知道了。